要数千禧年代的香港圈中男神陈冠希一定占一席位，全盛时期的陈冠希真是颜值爆灯，俘虏了不少女仔。不过就算几靓仔都好，如果不好好 keep 的话，男神都会有崩坏的一日。而家42岁的陈冠希近年就成日被批评走样，近日有某民意为什么陈冠希老了不是好像苗侨伟那变型男遗体发问，有网民就搞笑地留言回应说，因为陈冠希现在的样子变了黄秋生。仔细看陈冠希和黄秋生的确是有几分相似，大家都有混血儿的深邃五官，而且骨子里都散发出一股坏男孩的感觉。其实陈冠希和黄秋生很有缘，他们曾经先后合作过《千机变》《无间道》和《头文字 D》等，他两个还是契爷和契仔的关系。